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立边的卡斯。新买的桌子，以前的太矮了，所以新买的 IKEA 的桌子。所以今天是很 happy 的一天，所以我要煎牛排。应该大家在家里煎牛排的话，用平底锅煎嘛，然后大火煎，然后里面没熟，应该常常有这种的烦恼。所以我今天要介绍怎么煎牛排很好吃呢？好，那今天要开始做哦。你看这么厚的牛排，然后这个先上面擦了盐巴，我最喜欢盐巴的口味，还有黑胡椒。可是你那是海盐哎。没关系，海盐也是盐巴，所以都可以就对了。都可以。煎牛排一定要常温，所以如果你放在冰箱的话，大概煎牛排的至少30分钟到一个小时前拿出来，不然里面不会熟，只有外面熟，这样不行。土耳其的就是盐巴这样煎嘛。我很喜欢看他的 Twitter， 但是我不喜欢看模仿这样杀盐巴的人，所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个人做最好笑，最好好笑，不是好笑，帅，最帅，最帅。他的外形也是帅，帅，好讨厌的感觉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今天是用铁板，其实平底锅也可以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铁锅或是铁板。然后先要加入，不粘锅的话，先放个油，然后就加入，反正要先加入一下。这个铁板很值得说一个故事。这个真的很有故事。这个是我的阿嬷阿公的世代，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有模碗嘛，然后很多的模子。但是我的阿公拿个这个铁板去模碗，然后用这个，就全世界变火饼。我不是想讲这个故事，我想要讲的是这个铁板是我们从日本带回来的，真的很重。对，没有它的话，我们心里的钱也变便宜。对，我们那时候有超重，为了它加一点钱，然后它要好好的加入，然后再放沙拉油。日本的超市买牛排的话，牛排的旁边一定有牛脂哦，那个是免费，用它比较好吃。但是台湾的超市没有 ，Costco 也没有。哪里都没有。对啊，那个油都被丢掉，好浪费哦。然后多一点的油，如果你用奶油也可以。我用奶油的话，最后加，因为很容易烤焦嘛。会黑黑的。然后就多一点的油放进去后，然后就出来冒烟的话变中火，其实小火也可以，但是中火就好了。然后再煎。哇，怎么样？好吃的声音，煎了大概两分钟左右就放面，那要放面哦，放面看看怎么样呢？你看还没这么熟的感觉。但是没关系，这个慢慢翻过来，因为上面下面都需要平均加入，这样才好吃。翻过来的时候，这个现在的这个表面嘛，这里也很烫，所以这里也里面一起会熟，然后再煎，这个方面一直中火，一直翻来翻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只有这样而已。你看，慢慢就有焦上嘛，然后要。多久呢？是啊，怎么看？怎么看？这个是上面要压，现在是里面还没熟，所以没有弹性。但是如果有弹性的话，就里面有熟。然后手指的这边，大概这边的软度的话，5-7分熟。但是因为我有弹其他的关系，这里超级硬，肌肉很硬，所以没有用一个 bug。对啊，每个人的弹性不一样。对。而且男生女生的弹性也不一样，就是经验嘛。经验，然后，油也不见了嘛，那再加油。怎么了？再加油。或是如果留下来油的话，这个油要换。这样的话更好吃。然后你想用奶油的话，煎好最后加奶油的话，有奶香味。你看看得出来吗？这个
压一下就端一端。好了，那煎好了。好香。OK， 好香哦。怎么样？这个千菜姐的话，里面的肉汁会爆炸，这样很浪费。她要休息五分钟。那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呢？要做姜汁吗？先放红酒，然后味精，全部一比一就好了，简单一点。然后瓦萨比，瓦萨比不要放太多，没关系，有香味就好了。好了，然后就搅拌滚起来就 OK。开心了。怎么样？七分，差不多七分熟吧。这样，怎么样呢？芥末酱，OK， 是不是很好看？看不出来在家里煎的牛排。好了，那我要试吃。今天站着吃饭。酒馆 style。不错哎，不错。这边少了一杯白酒或红酒啊，不错呢。对啊，试试看看这个，你应该一口就马上觉得，哎，为什么我不是牛？这样的很好吃。什么意思？吃看看，吃看看。哇，好软哦，很好吃。这个酱好吃。酱很好吃。酱好吃。就是。看那个材料就知道是早炒酱加芥末、所以甜辣而且有红酒的复杂的味道，很好吃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软？不知道筋的地方可以咬很久。这个没办法。好吃的，可是感觉肉汁有在里面。没有跑出去的感觉，没有干干的感觉。通常妈妈剪的肉很干嘛。对，但是这个没有。哇，这个酱配这个肉质很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吃牛排，然后自己想煎好吃的牛排的话，可以做做看这个方式。然后如果有推荐的酱汁的话，留言给我。好，今天到这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